是那种很坏很坏的，那你就是还是有点坏，对吧？不是，你误解我的意思了，我是好人。OK，我又没说你是坏人，你这么澄清自己干嘛？我你是心里人，有我是鬼呀、不，不不不。你不是人，你是什么？等一下，我去反个野，先打你游好戏，先幽打游默戏。呀！我刚有点卡，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你说话挺流畅的，牛唱可一以点都吧？不卡，哎，不是，这玩意个石啊，头就是人很中流单畅。到底是谁在教啊？好恶心啊！怎么会有墨菲特中单这种东西啊？我亚索怎么打墨菲特啊？我受不了你了！不是有分墙吗？他作为一个印度飞兵，我受不还了有了！分墙。不是他那一巴掌拍下来，我带个致命都等于白带了。他这一巴掌给我拍他的，我巴头昏。掌没有你的剑长，你等我去抓，我可以，这个英雄应该可以帮你们 OK。偷袭一下。我 Q 一下，哎呀，坏了！这石头人中单打亚那索个丁信，和吉他还的是挺蓝好打枪的。过来了，没事没事没事没小事，心啊！他他在打，我在往这边我打靠，不过他，你我我在我靠不这，了我在我往靠这不边了。靠，你你等一死了，下。你再坚持一下，我你再死坚了，我持一下。没死，我杀个坚石头持人就住过了。来，他要打河我来了蟹，我来了我来了，我有但风是墙，我躲风墙中间他打我不不到能我。过去了。嘿嘿嘿，他们上路你两，交哦，闪完也打蛋不了，到我，完了，还有他一们发上路子。两个人都下来了。走吧走吧走天呐，吧，我怎么突然之间我风回墙了时一间口到了，血？本来我我给你死奶了回的。来，nice nice，走吧走哇，吧走吧走吧，我还活着，中路线可以能，打，可以打，可以打，可以打，我可以打。有，兄走弟们吧。我还活着我还活着，给哥们留点线吃，我还活着，你啥要都实没在不了，行，这这么边干鱼肉净，给你吃。不是我还活这着边呀，还有，没事没事，他们怕你消化不了。主要是我出风墙了，这男完枪了，换忘子记弹打了，河蟹了。哎，我去打河蟹了。男枪没闪，没关系，我能帮你，我有鞋子了，我有双孩子，他们又把这个河蟹打了，我来了这我来里了，他动们这手，里每次等级，雷霆等白玉级斩，比我高一级，像鹰没眼一有样，技能了。没事我来，他是不是石头人有大呀？你先走你先走先走，你死了他就有大了，你还没死，我他没走大的，了，不要。螃蟹不要开大，哦谢谢你。没事，兄弟，我主这要个是是让，对你的兵线的补偿，可以，这不可以我直让接你起捡飞。两个圆筒。你不能说捡这么难蓝听的话，你枪，知道吧？是我来救你，嗯，我这不来救你，哦，你你我，来救我，对对对，我来救你，不是我来捡哦，人头，他俩都满血，他俩满血的，你咋说捡人头呢？捡人头那是一格哦，血，对吗？你没 K 是吧？可以我可没以，K，我没 K，我还以为。我没 K。那你挺人挺好的嘞，还行。那我应该谢谢你，是我说错话了，嗯，哇塞，我这收把你线。三杠一了，这么厉害耶，那我又可以躺了，不是，这石头人中单，我好害怕呀！这石头人配个男枪，他直接蓝枪在撞，这边，我直接走。这个人什么装备都没有，你怕就是呀，我他什怕么呀，装备都没买。我怕他摇人呀，他小摇人胖，干我呀。他应该没伤害吧？就买一个鞋完子，了，我走了。他应该哎，我还没走，开没大事。开我大在大这美，里，开大开我大有大招，奥利给有大招，雷霆半月斩。差不多他，我刚没视野，可以，可以。还不你为什么错，你金亚索。是因为口渴吗？你人还怪好嘞，还知道关心我渴了，我好感动啊。因为你，我怕你一直说你不喝水，我闭了。嗯，我都喝了好几口水，我怕你忘记喝水了。OK。我刚才我可以解释一下吗？就是我刚才我没看到前面人的血，他的血量我不知道。然后你们打得挺，没事没事没挺事没混事，乱的。然后我懂。我就想，我真没看到他的血条，我以为他有很多人，石头人，他血条也挺满。雷霆半月斩！石头人没大，可以啊，他放了一个死亡大招。这石头人是个憨憨。
我可以来，我两个都来了，我两个都能来。你别急，你别急，你别急，我攒个风，我攒个风，你别急，我吹两个，我有风墙，我往我风墙里靠 ，nice， 不是加大火力被烧死了 ，OK， 我也把它烧死了，把这个峡谷给捡了，没事，我给螃蟹吧，我拿不拿峡谷无所谓的，还行，这波的话螃蟹浪给我了，他都不 A 了，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不 A 了，他好像有点牵浪，哎呀，都是因为你六杠一呀。这螃蟹还是牵浪的，雷霆半月斩，落地双峰，直接秒。哦，可以，可以啊，亚索打得好呀。可以吧？我你说路人亚索都坑，你看看我这不坑吗？我回家了，我回家直接起飞了。嗯、我来个推推棒，我直接起飞。玩家应该去上半野区了。OK。没有在偷笑。左上角福袋快到时间了，兄弟们，20个，20个临时大礼包，每个折米100元。打！20个临时大礼包。那我们打小，先把他移出来，然后他抢不过他。没事，我在这里，拉克斯在我这，石头能也在我这，他们俩打不死我。有成绩，我们他下来了，他下来了，先打他。不然的话拉克斯没技能，拉克斯没技能，我来了，我在，你放我进去，你让我进去啊！先我把 ，OK。你关 R 呀，你可以关。好抢，你可以把大招关掉的。我这我把线推了，别急走。我知道我把线带进来。我带了。他走了。我吹两个，完了，吹歪了。那我走。嗯，我没人帮你扛过。没关系，这波的哪个使用练度比较高一点啊？你说我吗？还是说猫猫？我不是玩打野吗？不会玩打野，我都跟你说了。那我们只会玩辅助。那也可以走下路啊，我可以打 AD， 我可以打 AD 亚索。我下路也不会玩。你不跟我走下路吗？你只跟他走下路吗？主要是我跟他玩了很多把了，我跟他玩了很多把，我们配合的比较牛畅。玩腻下路了，他说他主玩中路，他不喜欢玩下路。主要是我们配合的比较牛畅。你刚才说。我毙了，又请我吃饼，但我没来。走吧，走个啦，走吧。在塔下不太好进。天哪，这个要去帮一下他吗？不用，我这波螃蟹看自己能跑。聪明的墨菲特又被我逮住了。哎，救命！我是妹子。完了，我要死了。我在往这边赶。不是，好难受啊，我真的好难受啊，我这波滑过别想偷我的石头人，没门，我先打这个男枪，把大招关了，快来你们打。我去不了，石头人在中，石头人在中，没事，收了，收掉了。 nice， 我回家了，我在这边赶，我在这边没状态了。我来了，我没大哦，我真的一拳打死你个石头人，跑，腿都给你石头打歪来，喜欢放饼。完了，直接锁定啊！哦，我帮你。没事，不用。吓我一跳啊！哎呀，没果子吃了，我去找个屎吃一下。要不我去找个果子吃一下。你们小心点。我有风墙的螃蟹，能保一下我吗？我这波好想活，我想活下去，我想活下去。走了，螃蟹再不走变成帝皇蟹了。赶紧走。我走了。能来一条能吗？需要我的帮。我有点脆。需要我的帮忙吗？需要。你直接一 Q 上去，天皇盖地虎。没事，不吃了，吃饱了。我确定。这个人。雷霆半月斩。哪一个人？哎呦，我打不过。腿都给你打歪，墨菲特啊！OK， 不着急 ，EZ 的话也跑不掉。没有人上票啊！不要投降。我不知道啊。这个我可以给你。你吃啊！我想没吃到。我以为你先走，先走。走吧，我能走，你先走。我撤了。为什么每一把碰到的 AD 都是有点在梦游的、啊？真是有点离谱。这把 AD 段位挺高的、啊，这把 AD 不是大师吗？新赛季大师还挺厉害啊。哎哎哎
我回了，我回了，我有盾的，他打断不了我的。这波龙要刷了，可以打龙团的，龙团我很猛的。完了，忘记回家了，我没有买装备，可以打龙吗？我来了，我来了，我来了，我来了。可以打，直接打。没事，我有这么多。我有风墙，我有风墙。他们东西都被我风墙挡住了。南墙在下路，他直接去换塔了。不对，这南墙好像开摆了，南墙一杠七了，蚂蚁在身上咬。哟，伊泽瑞尔，我直接一个旋转风。嗯，等我一下，等我打吧。不刀他们，上了，上了，不是，上了，不上了，不上了。哦，这个炮，第一。石头人来了，石头人，走吧，走吧，走吧，又来大了。这石头人看起来好猛啊！闭一下，闭一下，状态有点差。石头人，他光光站 AD, 站在那下去吧，就已经让 AD 收线去吧，不着急 ，AD 收线去。这个人为什么不走啊？我们守就好了。为什么不走？他喜欢被打一顿。他经济也不低的，抽了一万。这波可以开吗？可以开吗？来个猛男啊！来个猛男啊！我很肥的，我不能开的。来来来，我来了，我来了，我来了。不是 Q 都能 QY 来，不，别急别急。没事没事，石头没大了，我风墙挡住对面后续了。没事没事没事，可以追可以追可以追。OK， 好追，我先走位，扭下自己灵活的脖子，跑，拉克西，拉克西，追，弄死你，预判一的位置。漂亮，没预判到。大龙吧，大龙吧。可以打龙。可以可以可以。等等我还没上车。OK， 他们那个伊泽没闪了，我打的很快。没什么状态，你们先打吧，我跟你没事没事，我打的很快。我有风墙，伊泽要开大了，不过他大招应该没那么快，先别打。拉克斯要开大了，哎，打吧打吧，没都没开都没开，赶紧打。拉克斯他没活，我怕我主要是我们没有斩杀技能，我们一群人窝不出来一个斩杀技能。你们找我一个惩戒。是的，主要是都没啥爆发，就哲理的 W 伤害稍微高一点。螃蟹别打小兵，他死了。那坏了，有点短。哎，燕子，等等我！啊，突发恶疾。小心哦，人在哦。没事，我进草的时候会放风墙的，主要是有点短，好着急。哎，这个可以。哎呦，这还有一个。我们可以拆塔的炮车，你过来拆一下塔炮车，我们手都太短了，得靠你拆一下塔。怎么说？我来了，我来了，我来了。说击飞 EQ 没有。别急，别急，别急。那个石头能来吗？好像不太好开。我先撤一下。炮车，你怎么这么叛逆呢？你跑过来推中啊！没有啦，下面有个 EZ， 怎么说呢？不用管，不用管，推上中就好了，把上中推了就可以了，上中一块推，不着急。那个先走，先走，黄吉你先走，我有风墙的，石人不可能撞到我的。有道，有道，有道。他这辈子都撞不到我，我只能跟你说，我先反击。把他们高地推了。我玩亚索的时候会有肾上腺素。你自己小心点，我离你远一点。这是我的，晚点。我跟你说，我玩亚索是有肾上腺素的存在，他不可能撞到我的。哦，我感觉你玩什么都有身上，完了，为什么他撞我呀？雷霆霸月斩，撞了我一个人，哇塞，太酷了，不太好。这波我扛不住了，不过这波放的好哎，不过这一波好像拆不了塔呀。飞了 ，nice， 这波我没伤害了，这石头呢还出 AP 的 ，AP 石头呢，走吧，我先去中路一波。先来中路打下架吧，中路打架优势大一点。中路有线的，中路有兵线，我可以滑。哦，这个喜欢看。我躲些。哎，雷霆霸月斩，赶紧走。没事，我这波来个两级反转。赶紧走，慢了，把我慢了，走，赶紧走，能走吗？我不走，我不走。这波还行。我这波风墙差一秒，我风墙好了，这波五杀了，我风墙差一秒，我差个风墙，我这波风墙一出来，他们就全嘎了，可惜了，一波了，要是被抢了就亚索都拖着走，缺大满上，我你们走吧，你们走吧，你们先走，你们先走，你们别着急，先走，这波炮车死了，龙也没打成，没事没事，
这波好像是远古龙啊，17分钟，远古龙，这波得提前开团了。来来来，正面来开一下团，正面少一个人，不要管了，有没有他都一样。来来来，这波不打的话，等他们拿了远古龙，我们打不了了，那个时候就晚了。EZ 没大，杰斯没闪，不要推线，不要推线，我要开了，不要推线，不要推这个兵。OK， 他们不出来，等你，不等。这波对面不着急，看有没有机会秒一个。这个睁眼，这个草里面没有人。你看这墨菲特，看好了，看墨菲特，看墨菲特。他不来。不着急，不用他过来，不用他过来，他回家，他们队友就要死了。不着急，墨菲特回了的，开团，好开！雷霆半月斩，退一下，杀完人打远古龙，杀完杰斯没闪，nice， 后面，不用追，不要追，远古龙，走了，没关系，去打龙吧，这波只要开起来就行了。远古龙还是打大龙？远古龙，他们没打野的，他们打野敢没有事，但是墨菲特好像是有，我有风墙，没关系，打龙就行，注意惩戒。惩戒 ，nice， 好惩。好了，我惩戒完了。哎，怎么有个碰瓷的？打死我了！直接一波。OK， 这波 EZ 还在跑。闪现 EQ 闪，不是这没有级别到。没事，你扛一下，你能扛塔吗？一个人扛不了，没血了。OK， 我死了。快出来！死不了。哎，螃蟹好像 Q 到，好像打到其他东西。没到。还好他们没有兵线优势，可以。我尽量少一点。你们尽量不是，你们尽量帮我扛一下塔就可以了，没有别的，就帮我扛下塔就能赢。扛塔，你要越塔吗？咱们都没。不是，我要越塔的时候，帮我扛一下就行了。这把还是好打的。坏了，我封交了。没事，石头人开大，我死不了的，不用急。上路兵线很好，我们推中就好了。上路兵线很好，推中就行了。打墨菲特，打他的肾 ，nice 啊！还有一条远古龙。哎，谁有远古龙啊？别急，走一下，他们拿大龙，我们推上就好了，推上。他们那个石头人和男枪死了，他们中野率先白给我，我有风墙的。不着急。但是我们队友好像没什么状态。这个塔要给你。雷霆败灭战，不用你们扛，我有复活甲。但是你们把 EZ 收一下呗。有个人，你出来，我给你扛，走，赶紧走。赶紧拆，兄弟们，能不能拆一下塔？哦 ，A 一下就可以了，螃蟹，拆一下就可以了，拆一下就可以了，求你了，哲理。哇，我觉得一拳打死你个哲理，还在那里 A 小兵。这些 AD 我真的是血压高啊。